中午好，我是无聊电视台的新闻主播流口水，现在为您插播一则新闻。第一届杰出少年营冠军队无趣队，让我们交给现场的记者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从无聊电视台的记者，我叫随便。今天我想要访问的是第六届少年营最杰出的队伍无趣队。我们现在来请问他问他们一下他们的感言。请问你们今天得到这个奖有什么感言？没有感言啊，每年都赢这样容易吧？我听都每次赢啊。没有什么啊？没有啊，这样容易吧？每年都赢。谢谢谢谢。Thank you.
圈，变成一个大的圆圈。来，现在开始。倒水，倒水，快，快，很乱。今年少年营的总冠军是唐军。没有什么不能实现。